大家好，欢迎翻到嚟《望向编辑部》嘅笑声望新闻节目时段啦。咁啊，今次咧继续有我许晨，另外仲有我哋嘅易德台阳。大家好，好啦，请记得咧帮手 like 我哋呢一段片，仲有订阅埋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啊。咁啊，多谢晒大家嘅支持先。嗱，咁啊，话说呢个河马系华嫂嘅传闻咧，哇，真系犀利啊吓！第日咧应该可以开翻间华嫂冰室啊，系嘛？或者华嫂靓汤。华嫂嚟啦！究竟佢系咪华嫂呢？吓，呢个就有待剧情咧嘅发展。不过唔紧要，因为咧雍正晶小姐咧就揭开咗呢个何之华寻妻故事嘅序幕。咁啊，如是者咧，亦都系可以称得上系网台精嘅恩妮小姐咧。哇，马上啊都出嚟咧，同大家留言讲两句，几过瘾。哎，好喎、啊，系咪拍烂手掌啦？即系你见到啊，雍正晶咁样爆一啲咁刺激嘅故事出嚟，系咪已经系将整个本来呢坛嘢已经开始耷耷地啦，好彩啦，有呢、這个啲新嘅发现，令到咧大家嗰个关注度又翻晒嚟咯。因为今次大家关注咧，究竟佢要唔要坐监咯？系咪？系呢、這个就劲啦吓！如果起双飞坐完香港遣返内地。再坐埋内地嗰镬，哦，啊，坐埋内地嗰镬，收埋公屋，咁啊仲犀利啦！哇，到时都唔知点算好啊！大家吓，肯定开心到拍烂手掌啊！吓，嗱，咁好咯，咁啊见阿欣妮姐姐都话啦吓，阿晶饮茶好一句，邪不能胜正，我喜欢这一剂强心针，来得应该及时啊吓，佢打得即时，嗱，咁啊唔知啦吓，总之啊嚟得好啊，即系呢个强心针，因为咧可能大家咧见佢哋两。见喺度咁样冤下冤下，好似死唔断气嗰啲咁样咧，又成日喺度讲自己系网红啊，又话点样红，边个针对佢嗰啲咧，就相当黐线啊！真系睇见到眼瘾啦，系你唔睇佢咧，系叫做 O K。咁但系你见到两个咧，真系咧，喂作恶多端，即系个天唔收佢，系啊，啊摆明系邪噶啦。嗱，咁啊呢铺咧，真系好大机会咧，就叫做收佢啦吓。嗱，咁啊跟住又再讲下咯吓，都玩咗五个月啦吓，就叫大家咧唔争在，就等多阵，冷静，深呼吸，日嘅。别种哇！如果系咧就好玩哦，我都希望系啦。喂，即系因为呢件事咧搞咗咁耐咧，我自己都真系疲劳嘅。咁大家都好多人都疲劳噶啦，系咪先？你跟咗咁耐，喂，你见到呢个咁鬼可恶嘅人咧，仲可以每日喺网上度大言不惭咁样，认屎认屁认咧，咁系好恨憎噶嘛。咁再加上你睇佢真系唔系话冇钱搵噶，佢系真系。成功咁开咗两个频道，而且有一个有盈利嘅添，而盈利嗰、那个见到佢啊咁样噏埋啲唔三唔四嘅嘢都可以揾到钱嘅，我觉得呢个系对个社会造成一啲坏影响咯，所以而家系好多人都好想佢睇到佢有咩下场。现在啦，呢个新嘅消息出现之后咧，当然啦，亦都鼓舞到好多嘅人，咁包括小弟在内啦，咁我亦都非常之希望啊，睇到佢嗰个真相可以被揭露出嚟，咁就最好啦。咁我相信阿欣妮姐姐都非常之期待啦，系嘛？即系希望咧，就要一击即中，就唔好咧。俾佢有翻身或者咧叫做搏得到或者叫避得过吓，如果呢铺闪唔开咧，哦咁啊真系好大机会咧、嗯，就要去踎监噶啦。你点讲都讲唔通噶啦，因为你啊花咗一个心思咧咁样嚟到瞒骗嚟到香港啊吓。嗱，记住依家都系怀疑嘅啫，即系大家套入去咧嗰个影射咧，就华嫂咧就同阿河马呢单嘢咧就好近似吓。嗱，咁啊唔知阿欣妮姐姐咧系咪都有留意？关注咗吓，几得意。佢冇几多个钟头前咧就咁样写，因为加翻个时间咧就系关注组咧就 show 咗一啲咧佢哋两件嘢，就喺香港咧浮游嗰啲相啊，即系走去渣打度啦吓，个惊佢攞翻嗰啲钱咧。因为我记得之前咧佢喺何太生活语录啊嗰个窗炉嗰度咧，那个头像咧就佢同个可白咧就仲有个 QR code 喺度噶嘛，咁、那个 QR code 咧就系、是、你一扫咧。
就会嘟到咧就系嗰个渣打银行，即系渣打银行嘅。咁、究竟系咪惊有啲乜嘢，定系嗰度原来不时咧都收到啲货金去 check 一 check？ 哇，喺原来有咁多钱货金咧，就有人 QR code 俾我噶吓、哇，冻结咗系咪咧？系会唔会好耐未？系啦，会唔会冻结？喂，系正吓，所以排队问下系咪冻结咗我啊？吓，点解咁多钱？系咪黑粉做？诶，嗱，即系点解会咁样嘅咧？吓，啊，想问系咪黑粉搞我噶？吓，你唔认得我咩？吓，我系何太咁样。嗱，有啲网友咧都补充翻俾我哋听，其实就银行咧就唔理你系方太、何太、袁太定系乜太啊吓。都是咧认身份证嘅啫吓，咁啊对翻系你个名嗰啲定点样咧？咁够噶啦，个样啊立到就似嗰啲咁咧就礼噶啦，就 OK 噶啦吓。嗱，咁啊翻翻嚟咯，咁啊究竟系咪攞翻啲钱啊，准备着草咧？嗱，呢个就我哋另一节先至去讨论啊吓。嗱，咁点解讲到要着草咧？因为阿欣妮姐姐好搞笑，佢都话全城通缉犯啊，话佢系咪暗指咧都系嗱，其实都系暗指嘅啫吓，冇话真系佢啊吓，佢冇写明边个噶，咁都估计啦吓，即系大家咧就你。你又不开名，我又不开名啊吓，咁啊都摆到明啊讲紧你噶啦，就话观赏啊，观赏香港之夜，证据确凿，请大家放宽心，一切即系进行中。哇，系咁啊，好开心吓，系咁啊，梗系希望系进行紧啦。其实各方面啊都努力啦。诶，喂，咁佢话一切进行中嘅话咧，佢咪联络咗翁静晶咧？其实啊，有冇联络呢个层就唔知道，佢哋自己先知道，系嘛？但系你就算有联络都好，佢啊都帮唔到咩手啫，系嘛？都系八卦嘅啫。啊，又或者可能俾佢八到咧，原来一切真系进行中，仲有第二啲嘢进行中，所以佢咪话一切进行中咯。嗱，咁记住啦，咁佢话阿晶。饮茶乜乜乜嗰啲咧，嗱咁一定系翁静晶嘅，嗱、这、呢个咧都系纯粹我哋嘅推理啦吓。你话喂郭晶晶都得嘅啫，系咪即系跳水嗰个啊，系咪啊？系系咪？所以咧都系我哋咧就套落去嘅啫。嗱呢度讲翻公平少少啊吓。嗱咁啊，亦都有突然间又谂起话，欣妮姐姐又同无国界医生讲声加油咧，就唔好停啊。系喂呢一方面唔好留到佢，系嘛？哦，系啊。喂，呢单诈骗嚟啦，摆到明。要追究嘅嗱，佢不过有一个问题就系佢之前啲订户嘅货金，而家到咗佢手尾咧，我相信就仲未嘅，因为 YouTube 咧一般嚟讲就下个月就收翻上个月嘅钱，咁起码都要等到下个月嘅月中开始出粮啦，咁佢就应该就收到嗰嚿钱，到时睇佢肯唔肯捐咯。不过佢话佢唔捐噶啦，我就冇期望啦。如果佢唔捐嘅话，其实系食言噶喎。系嘛，欺诈噶咯。嗱，咁佢喺节目讲咗唔捐啦，咁哇呢、这个口头嘅协定啦，咁我就系噶啦，就真噶啦。你话咗唔捐，即系等于咁啫嘛。你诶话咗捐，咁人哋俾落嚟，咁我真系俾咗。咁、你一话唔捐，喂，咁你真系宣布咗唔捐噶咯，仲要等埋你攞埋啲钱走咗，我先至去报警啊。咁梗系你未攞走啲钱之前，就已经啊报定警，睇下 Google 方面啊，即系 YouTube 啊，能唔能够咧就将你个户口冻结咗佢唔？俾你攞出嚟啊，等等啦吓，咁可唔可以咧？哇，咁梗系唔可以俾啲人咧走甩嘅啦，系咪先吓？嗱，咁啊搞笑啦！嗱，嚟紧咧，咁啊欣妮姐姐咧，应该都系及住啊呢啲诶关注组啊，咁啊齐齐留意啦吓。嗯，都系一齐睇住啦。可能有时关注组咧都有啲坚料嘅，不过大部分嗰啲帖子咧都系发泄下心情咯，好多都系冇乜意思啊，系嘛？但真系有一啲唔同嘅资讯咧，都系搞笑，所以要特别久唔久啊，我自己都有啦，久唔久就咁样去睇睇咯，因为之前。我就冇睇一排嘅，因为里面太多假嘢，但系现在都要睇实啲好啲，望一望啦，系嘛？系啊，望一望啦。啊，仲有见到阿翁静晶小姐咧，即系写啲标题咧，都几得意嘅吓。系点咧？嗱，如果大家记住留意翻啊，嗰个寻人启事咧，嗱，咁就唔系得一单嘅，今日有三单，其中一单咧就叫做何志华寻妻，惊闻爱妻嫁老头。此子何来问巨卿？哇，犀利啦吓！即系讲到呢个何志华太太咧，就怀疑佢系重婚。
虚报年龄，从未产子，更加在内地涉及赌博啊，曾经就遭到行政拘留，就话啦，不少网民啊，即系媒体都讲紧啦吓，就将何太咧就对号入座，掀起咧就热烈嘅讨论啦。嗱，世界网红呢啲咧，媒体咧对你嘅呢啲，你又冇经理人啦吓，咁啊好靠你自己咧就出嚟去平反一下啦。嗱，不过咧对于虚报年龄嗰度咧，我都觉得有啲攜界嘅吓，因为咧如果你同嗰个人对调嘅身份咧，你应该咧个年龄咧就唔系嗰个噶咯吓。嗱，除非你本身个年龄再大啲，你虚报嗰个年龄咧就系、是、其实系嗰个人嗰个年龄嚟嘅，即系两个咧都系褪大啲嘅，会唔会系咁样咧吓？呢、个咧亦都系有呢个可能性喺里面吓。咁唔知啦吓，亦都有啲人就话，可能行政拘留完之后咧，就放翻出嚟，试下放翻出嚟啦，就睇下会唔会咧？唔好赌咁多钱啦吓，赌钱嘅不如咧赌喺个男人身上咯，咁啊睇下搵唔搵到佬咧，啲阿伯咧出嚟作翻一笔，好过赌啦，系咪啊？我谂佢都系某个程度上都系搏一铺嘅，我反而觉得可能都系赌仔心态。呢个阿伯咁鬼叻嘅，咁有钱又识咁多嘢，好啦，就嫁俾佢，跟住作佢100万先，作100万就作400几万，可能佢觉得如意算盘系咁都未定啊！大家记唔记得？喂，佢咪好中意同人讲话，我同你赌命都得，赌嚟赌去，赌嚟赌赌命。喂，你谂下，有啲乜嘢人够胆同你讲话赌命啊？赌仔啦，错啦，难到鬼啊！唔系，都唔系，都系赌，系赌神，赌神系嘛？你要到赌神咁嘅技巧先至够胆同人赌命噶嘛？系咪？一般赌仔哇，喺即系可能条命都冇埋噶，系咪先？嗱，咁会唔会咧？佢系赌后啊，赌霸嗰啲咧？以前咪有套电影系赌霸咧，就讲系啲女性系咪？系咪梅艳芳有份做定吴君如做？我都唔好记得啦吓。嗱，咁究竟佢系咪赌霸咧？所以就成日同人讲啊，同佢赌命都得啊！哇，会唔会就赌命赌得劲得滞咧？系嘛？啲人顶唔顺啊，就报警啊！哇，公安哥哥唔掂啊！呢、个人好猛料啊，佢同我赌埋，唔单止赌完我哋赢晒啲钱啊，仲去赌埋条命啊！我哋好惊啊，拉咗佢啦吓，齐齐入去行政拘留算啦，以后唔敢啦，要做翻个好人啊！会唔会咁样咧？所以佢成日讲赌命，赌命可能真系呢、這个赌惯真性，直头系啦吓，惯咗乜嘢都赌大烂餐，系咪就系因为咁样而搞到被当局嘅曾经行政拘留？不过我觉得呢样嘢咧，到时啦，如果呢个何太会再出嚟做直播嘅话，佢系应该要回应一下咯，系嘛？唔回应一定一，我估嗱佢唔回应，一系就佢啊撒开你咩啊？我边有啊吓？你鬼乱讲啊？系黑粉系啦，黑粉作嘅，全部都黑粉作嘅。呢啲人系咁噶啦，唔见棺材咧就唔够流眼泪噶啦，到真系拘捕佢落案起诉，即系影住啲相。佢喺内地啲法院咧，即系佢企咗喺度，前面就有个手扣绑住佢嘅，即系两手摆喺前面啦吓。咁啊，左右咧就有两系有左右有两个系咪内地嗰啲庭警定系公安嚟嘅？呢、這个我就唔系好识分啦吓。咁啊，两个咁样绑住佢咧，咁样呢啲相出埋街咧，嗱咁啊犀利啦，系嘛嗱。跟住仲有嗰阵时咩罗区啊，罗湖咩拘押嗰啲定点样咧？就有件衫写罗区啊嘛。咁啊，唔知到时佢喺咩区啦吓，或者佢。在福區是吧？如果在福田被捕就這個不知道了，福區穿件衣服解釋自己件事，哇，那就精彩了，要倒正，就是讓社會不可以被這些歪風就帶到整件事就歪了，所以說為什麼邪不能勝正呢？要糾正這些邪惡的思想才行，是絕對需要的，因為這種歪風邪風再被它這樣惡下去是會造成一些壞影響的，對社會來說我觉得啦，即系如果河马咧呢啲真系临尾坐咗监咧，成班就散晒嘅时候咧，唔得啦！我谂欣妮姐姐咧，一定要喺 YouTube 直播咧唱翻首歌先得，好冇咧？唱翻首歌喂，我唔识啊！即系如果欣妮姐姐有啲咩首本名曲可以唱俾大家听，唱《老兵花》啲得唔得啊？都得啩？都得嘅系咪啊？吓冇事嘅，得唔得咧？系咯，即系咪是但唱首歌咯吓？即系首首都经典嚟噶啦吓，就冇乜所谓嘅系嘛？即系为大家。可以即好似啲电影啊，或者电视剧、电影咧，临尾咪埋尾会有首歌喺度播嘅，跟住播完咪大家开着灯跟住起身嘅，系嘛？或者嗰啲咩咩铁血丹心嗰啲系嘛？嗰啲啊，哇！
射雕英雄传啊嘛，吓 ，OK 即系射咗射咗落去，射咗雕，射咗落去，冇错吓，系啦咩诶，总之好多噶啦吓，咩文垂岭风骚啊啲啊得唔得啊？可唔可以唱下呢啲咧吓？佢嘅风骚够啦，阿华嫂，你系时候啦，收拾心情噶啦，风骚咗几个月啦，发咗癫咁耐。我谂到嗱，欣妮姐姐咧应该要唱一首歌俾阿何轩听。咩歌呢？再度孤独。再系啊，系啊，系啊，精彩啦，好嘛吓，再度孤独啦，系啊，玩咗玩够啦，系咪啊？玩咗成几乎啊大半年咁滞，九个月咯，由一月玩到依家九月底啦，系嘛？仲未玩够啊？揽住一个咁嘅人做咩啫？系咪先？不过好惨嘅，可能唔想醒嘅，阿何轩唔想醒啫，其实都系。到时唱我再度孤独，我惊阿何轩咧会触景伤情咧，挂到尘都顶唔顺啦。吓，例如嗰啲咩话？Love is over， 现我再度孤独，不知怎过每一天，没有你在我身边。Love is over。哇，犀利啊！系咪啊？吓，仲有啊？啊，今天只可轻倚窗扉，假装倚着你的肥手臂，此刻找不到生的意义，人活但如死。Oh， love is over， 以我。跌坐空屋里面，仿佛听见你直播声音，就似在我身边。哇，撞你个鬼！喂，得唔得？应该唱首呢啲俾你听啦。如果真系捉咗拉坐监，咁佢啊可以上网睇下嗰啲旧视频，睇下嗰啲直播，缅怀一下。系喎，系喎，loop 住播，播足一日，系咪先？系触景伤情啊，系咪啊？到时喂，仲有啊，嗰个频道有盈利噶嘛？咁有啊，可白一路 loop 住播，又可以搵下钱。哇！如果系惨咯，到时何轩啊，我谂佢喺监狱出边啊，黐胶纸啊，黐住个嘴，我唔再讲嘢，我唔会再乱讲嘢，你放翻我老婆仔出嚟啊！我错啊，啲电话嗱，记住啊，唔好得顶包噶，唔可以顶包噶，再重罪啲啊，唔可以噶，我明星试过啦，顶包。冇得顶啊！啊，嗰个搞到劈劈茶花士岭啊！嗱，好啦，我哋今次咧就讲到呢一度先，好冇？好啦，多谢大家，拜拜，拜拜。